天的话，我大概就是针对可能的问题，像之前都是按照那个 G1 有没有？可是一它的裂高跟其他的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就避开第一裂的话，哎，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变音了哦。那以这个来看呢，如果今天想说把刚刚这个概念哦，把它直接换到哪里有感避震，好，所以第一个我有资料哦，那第二个的话我要画哪里？哎，我不要画在 G1。不J1 哦，应该不能放这里，这里就错了，放这里也不对，因为这里会盖掉其他的资料，所以应该放哪里？放在空一栏之后的下一个了，所以放的位置哦，理论上应该是放在那个 J2 应该是最恰当的，OK 哦。那我希望画的宽度，我们刚刚是10，不过10的话可能会超过，所以我不要画那么多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按钮可能看不到，所以干脆不要画那么宽，画个5个就好了，五个嘛，一二三四五到这里哦，所以一张图，那几列呢？列的话到这边十列，OK，好，所以我今天想说五栏哦，这边是5×10，然后位置在这边，哎，那应该怎么做？如果假设啦，你没概念，说真的，你直接拿之前来改也可以的哦。那怎么改？这叫台北，哎，比如这个嘛，台北折线图好了。哎，如果你要画个台北折线图哦，那你其实是可以拿什么？拿这个超速折线图来改就可以了，复制一下。哎，我贴到它下方好了，比如这个叫台北折线图，哦，台北。那改要改哪些地方呢？第一个我刚刚讲过，第一个 J，坐标一定是 J2 嘛，所以这边记得哦，台北折线图，请你帮我画在 left 左边这一条线，那是在 J2 的位置哦，所以把区域改成 J，上面那条线也是叫 J2，OK 哈。那宽的话呢，就是，也不是，J2 的几倍？J2 的宽度，位置就宽度哦。那我要5个就好，不要10个。那高的话呢，也是 J 的10列高，好，那理论上这样 OK。第一个哦，台北折线图，大概就改它的坐标，哦，没有改，所以要把 G 改成 J 哦，大概是这个地方哦，改一下啊，这个数字改成5，再改好。第二个话呢，就是它的资料，哎，资料的话是 A 这个 A1 到 A40，B1 到